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，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，塞尔维亚导演、编剧、演员，戛纳、柏林、威尼斯三大国际电影节奖项全满贯，双金棕榈获得者。许鞍华，中国香港导演、监制，曾六夺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，全球首位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女性导演。陈冲，华语演员、导演、编剧，十八岁获封百花影后，1997年《演而优则导》，并夺得个人首个最佳导演奖。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敬请期待。